11月26日早，文章发文否认恋情传闻。大清早起来被各种祝福弄蒙圈了，凌晨5点落地，好不容易找个朋友来接机，就变成新恋情了。穿得厚重找不到安全带，朋友搭把手就车内热吻了。你们再这么写，别说新恋情了，连朋友都找不到了。据悉，近日有媒体拍到文章在机场或一短发美女接机，还爆料称两人疑似在停车场车内贴面拥吻，疑新恋情曝光。非凡娱乐，时事。